不是啊，他当着我的面放技能，放。这时我发现远处跑来的工程，船上咋了？谁是狼？好兄弟，船上咋了？咋回事？啊，这他妈是上面那个吗？我咋知道啊？我操你个狼逼！我他妈运没了我嘞！因为我们听到了船上的对话，所以我们就二话不说直接给他嘎了。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用望远镜听听图腾在哪里，然后听听有没有人可能打鸣狼，过去把他杀了。由于这个医生在枪手面前掏骨刀，所以这把的两个狼就是医生和工程。我们一人杀一只狼是吗？他走了。我都加上狼。我去三英找他了，走了，拜拜。帮我去前面看一下。你们。